目前来说，我们当然还是会以英文为主啦。日文跟韩文方面的人才，我们也是非常的相对的需求。集团内的一些算是内部的一些营运系统去做这样的打造，一些行动应用开发啊，甚至订票、订房系统等等。全省各地的门市当中，我们也会需要一些门市的驻点的旅游顾问的人员在那边啊。越南的最北边的河内到下龙湾，一路拉到它最南边的胡志明市，再延伸往北到广西的一个边界，从胡志明市拉到吴哥窟，我中间还有去了两次的缅甸，我也刚从加拿大的落基站买回来。年终的月数基数基本上是一，会去看每个员工的他的表现不同，基数会去做调整。那雄狮现在目前每年四月份都会有一次晋升跟调薪的机制。哎，你也来种菜啊？对啊，这样还他才可以长得又高又壮。对哦，现在时间问题这么严重，是自己种的比较安全吗？对啊，而且也比较省钱，然后又有机又健康。所有进来集团的新人都会有一个3天的通识的课程要去做训练啊。那我们通识训的部分呢，基本上都还是整个集团的一些介绍、认知、专业性的课程啊，会在3天训之后，当然就是每个部门的时间长短都不一样。多数我们的面试官都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旅游业？那到多数人都是回答说，因为我喜欢旅游，然后我觉得旅游很好玩。旅游这个东西，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没有错。人家去玩，跟你本身自己去玩的那种心态还是一定有所差异的哦，尤其是幕后的东西。